配四川火锅的红酒，为中国女性研制的蜂蜜鸡尾酒。11月8日，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记者发现，随着进口企业对中国市场的日益重视，各大外国品牌都针对中国市场推出了中国定制。为了符合中国吃货的口味，洋酒企业们也开启了中国定制之旅。美酒配火锅，来自澳大利亚的澳加集团特地为中国客户们打造了一款名为“爱我中华”的红酒，它是专为搭配中国的重口味食物，如四川火锅等而调制的红酒。据澳加集团相关负责人冯志峰介绍，该款红酒的口感偏圆润，易入口，特别适合吃辣锅时饮用。我们专门为了这个中国市场呢，制定了我们这一款这个爱我中华，带有非常带有中国特色的一款酒，啊，然后呢，这款酒也是非常适合咱们这中国的口味，比方说咱们的四川火锅，啊，这是可以掰搭的哈，特别是中国的食物。可以匹配的哈，活泼橙、奶油黄、淡湖蓝，这组马卡龙色系的鸡尾酒是新西兰鸡尾酒公司卓逸带来的新品女神酒。据公司相关人员介绍，该款酒是专为中国女性定制的，在酒中加入了新西兰国宝麦卢卡蜂蜜，口感更清淡、更健康。经过大量的市场调研，我们发现中国的消费者呢，女性消费者更适合口感更清淡的、更健康一些的酒类饮品。面对中国市场，越来越多的进口品牌开始重视中国市场，并通过为中国定制来赢得更多的中国消费者。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